我连肌肤没事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所以我刚刚讲到说，其实我并不是很像你。其实坦白讲，我们这次真的是得到空前的成功，哈，就是这样让他们可以享受到高级奢华、最美最棒的这样的一个手机的观念，应该是完全的这个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成功。可是我就觉得很过意不去的，就是美中不足，哈，就是说当我们这样每天在打针的时候，啊，我们也搞到这个两三点钟，哈，就是这个战场的讯息真的是千变万化，每天都在变化，但是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现实，今天整个这个战争，好啊，结果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变成，造成了这样一个哈，对爱护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到受伤，我们真的也是觉得非常的抱歉，非常难过，真的是想跟他们深深的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，好，对不起他们是。那但是我其实始终心中的信念呢，啊，就是说，这个我相信，不是为了今天哈，大家在公司内部问任何同仁哈，我基本上只要有任何的同仁讲到说啊，这个消，我一定跟大家讲说，消费者其实是最聪明的，好，所以这种真正厉害的 benchmark 的话，我们觉得是就不是像 Antutu 这种很简单哦，几颗就把它乘以几个，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不是真正的这个对消费者进行表达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要表达真正的功能啊。但是刚刚要强调的是说，我们在这每一个点都在追寻无与伦比里面啊，真的找这个最 top 的。那坦白讲，就是说整个大陆的市场大概是60倍啊，60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。可是我们真的是心系台湾啊，就是每一次到那边要面对那个竞争的时候，都是苦着脸的，苦着脸，然后哇，又有新的这个变化出来啊。那个他们的任何的一些变化，我们都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去应对。财务长再见这个行销长，他其实真的很爱华硕，他那时候就觉得说，他心里就认为不是这个样子，他心里就觉得说他应该要来表达一下意思啊，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反而他帮我们两个承受啊，这个绝对是我们的这个责任啊，因为这个总战略了，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要承担的这样子。所以我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感谢他跟整个这个行销的团队这样子哈，他们其实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啊。那我们并不是这样，我们就不应该去改进哈。我一直讲说要旧的智慧，像这种消费者的最重要的这个 happiness， 最诚实的方式，现在反而是不是很正确？但是我们要用新的脑袋啊，现在整个这个新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新脑袋的话呢，这些行销的观念这些东西绝对是应该要。好，真能够表达说我们这个对大家的这样的歉意跟对大家的补偿，好，那我们希望说啊，能够继续支持我们、爱护我们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请我们这个行校长，这个是扮演行校长的，来帮我们把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方案来跟大家说明。好，是4490，这个其实只有在全家这边有贩售，所以这个量，这个并没有很大。4490，我们降到3990，降到3990。那门市 ready 的时间是4月28号。那 A500这边，我们原来的价格是5490，我们降到4990啊，4月25号到货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推出一个最高最新的规格，这个是全球首推，全球首推这个 A500， 我们还加上了2G、32G， 哦，32G 这个记忆空间的这个最高的规格，这个在台湾首推，5月20号门市 ready， 价格是5990。Zenfone 6。602G， 原来我们本来在台湾记者会那，体验会那一天是8G 的 RAW，
那我们提升到16G，价格从6990降到6490，就是规格提升，但是价格下降。那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最新的，这也是全球首推32G 的版本，5月20日门市 ready， 价格是7490。那对于已经预购的这个同仁哈、哦，那已经预购的是消费者，我们 A501 的方案是我们要会退价差500块哦，这个就是跟未来的这个消费者是一样，同时我们还会加赠8G 的记忆卡。那 A500 这一边除了原来赠送的这个8G 的记忆卡加上这个智慧透视皮套之外，我们有两个选择让消费者来选择，第一个是退价差500块，那第二个是直接升级2G 跟16G 的版本。 A600 这一边我们除了原来的赠品 8G 的记忆卡加上智慧透视皮套之外，我们也会直接升级 2G 16G， 而且我们还会退价差哦，还会再退价差500块。有关于红色这个机种的问题，我知道我在印尼的时候有听到这个台湾这边有这个相关的问题，那主要是因为红色的这个盖子的供货的问题哦。那我们的方案是说，消费者原来是订购红色的，但是因为供货的关系，哦，必须要先换购白，你可以先换购白色哦，黑或黑色。那这个赠品除了原购的8G 记忆卡跟这个智慧透视皮套之外，我们4月30日之前我们会连同原厂的红色背盖一起出货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再支赠200块的购物金。哦，另选方案是2选1，退价差500，然后直接升级这个2G跟16G。那 A600 这一边红色还没有到，那我们就是先换购白色或者是黑色。那赠品的话，8G 记忆卡加上智慧的透视皮套红色，那可以直接升级2G 16G 版本，再退价差500元。那4月30日前会出货，然后还会再自赠200元的这个购物金。那 PF400 方案2选1，5月中红色的版本就会到货，优先出货给消费者。那选择白色或黑色的这个产品，我们自赠这个原厂的平板的基板的基座的保护套，还会自赠200元的购物金。那我们的体验会当场说，我们有抽抽奖100台哦，那里面有20台是这个6寸的，80台是5寸的。那5寸的这一边的话，就是原来的机子赠送给你，那你还有这样子可以选择，就是说你可以3选1，你可以换机升级2G16G 的版本，或者是说你要我们加送你一个智慧透视皮套，或者是说一个任多产的背盖，哦，这个是3选1。那600这边我们有2选1，哈，哦，第一个换机升级2G16G 的版本，透视智慧皮套2选1。最后有参加千人体验会的这些消费者，我们非常的感谢。所以您所购买的这个不管是5寸、6寸的机器，我们全部赠送。全部赠送，哦，那您已经有付款的，我们全额退费。那消费者没有在现场，但是我们希望说，我还是要在这里感谢所有的消费者。那希望所有的消费者未来都能够持续的继续来支持华硕，谢谢各位。